表达爱的方式。然后所以他现在对我表达爱的方式是咬我。在跟猫玩生存游戏，是啊，就是我演一个猫，一个猫，演一个猫，然后咬我，演一个猫。睡着的时候眼睛会睁开一半。三种，哎呦，哎，爱着你，还记得我哎，记得啊，哎，你们也长得蛮像的，很像哎。都是那种像洋娃娃系列，对，两个都脸很小。丁丁在做什么？哦，我是老师。老师，老师，听起来怎么样？老师教国文。国文老师，国文，哎呦，哇塞！我跟你讲，你我国文老师是你，我唐诗三百首都背给你听。倒背都没问题。以前的我们的国文老师都是那种，你知道，老狗狗，然后很凶那种，都带有乡音的那种。我没有那么老。我你当你是教小学？不是国中，高中，高中、哦、学生疯掉了，对啊，也没有啦，有、就是、有吧，学生会追，会拔，有没有？就是下一节国文课，大家就刮胡子啊，梳头啊，然后走廊又在旁听的，然后喷香水啊，对，是哦，那你结婚没？还没。因为国文老师好像都是结婚的，早就对不对？很奇怪，那个国文老师就很早就结婚，英文老师还好，对，就是国文老师很早就结婚了。真的吗？那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姐姐要真有，我现在没有，他单身。你单？单身？哎呦，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单身的国文老师。还有很多朋友也单身。可以介绍一下，我们是国文妈妈，我们不是征婚妹头，为什么要当个妹头的国文老师？所以你们有住在一起吗？没有，我今年现在没有。哦，今年搬走，为什么？因为受不了我了。对，你们两个答案都不一样。我受不了他，受不了他。因为国文老师没有办法接受一直直播，他觉得我太吵。而且他，你回去要备课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，我听着他的直播备课。哦，那老学生什么？老师你在讲什么？我们听不太懂哎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当国文老师多久？5年。哇塞！哦，哇，很久了。你这么年轻当5年国文老师，而且还单身，罕见。对啊，这个稀有。对啊，学校老师也会追吧？那体育老师不会追你吗？对，体育老师，对，体育老师是。就我蛮边缘的。训导主任应该会吧？教官应该。我是人家宅女，很怪，蛮边缘，所以没有。他没有在，没有在认识同事，没有在跟朋友出去玩的，都在家。对。那你现在又搬去一个人住，你这个是搬到？有，我跟我的猫一起住。我也有养猫。哦 ，OK， 恭喜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就是、我们想知道国文老师。可以跟我去逛故宫的。哇，故宫的哇，故宫哦，哇，而且要真心喜欢，不能假装喜欢，要看得懂，然后可以跟姐姐一起分享。哦、对，要稍微看得懂。好，来。好。残酷的时间来了啦！第一条、哦，妹妹来了，妹妹要抱怨姐姐。国文老师哦，终于可以喜欢跟猫互咬。对，因为我姐她常常会有一些变态行为，比如说可能正常宠物跟主人会有一些亲密行为嘛。嗯，对。那顶多就是可能会亲猫。什么样的亲密行为？会带什么？所以你的意思说互咬是它？对，就是可能顶多我看朋友养猫，顶多会亲他的猫咪，但是我姐不是，她会咬猫咪，她会跟猫咪互咬。然后我一开始觉得很奇怪，我想说奇怪，这是正常。对，他们会我回家以后，然后想说我姐在做什么，到底为什么那么大声？然后我去看，结果发现她在跟猫咪互咬。你猫咪喜欢玩这个游戏吗？是因为它是吸猫吧，一般是吸猫。对，一般是我们家的猫小时候太喜欢咬人了。所以我想要让他知道咬人很痛，所以我就会跟他互咬，然后结果到最后他以为这是表达爱的方式，然后所以他现在对我表达爱的方式在跟猫玩生存游戏，是啊，就是开心的时候就会咬你，对，他不开心不开心都会咬我，然后咬各种地方。那你很抖 M 哎，推荐一个抖 M 的平台，现场可以咬看看，我演个猫，演个猫，演个猫，然后咬我，演个猫。他咬你是咬真的还是咬真的、啊、这真的在咬，这都是猫咬的。哇我怎么弄到呕青哦，就是他咬，有时候咬血没有出来就呕青。你有没有想过他其实想杀死你？没有啦，他想换体力，哪一天想杀死哪一天起床脚不见了，真的，然后他正在啃。带一个控诉姐姐，我老师有公主病。公主病，哎呦，怎么可能？我姐有严重公主病，因为她从小就是只要有不喜欢吃的东西就会丢给我，叫我把它吃完，而且它超级挑食，就是什么，比如说什么豆芽菜啊，然后什么芹菜啊、香菜啊，很多东西都不吃，
然后就会丢给我、嗯、然后除此之外他从小到大没有自己剥过虾子，哇，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帮他剥好每一只虾子，因为他不动手剥，所以我觉得他有严重的公主病。看起来有，所以对啊，所以国文老师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往那一坐，直接张嘴，然后就准备好了。你还要喂我是吧？就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，就是我小时候被讲公主病会有点不开心，嗯、可是我觉得长大之后，我觉得被讲公主病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哦，因为有公主这两个字就可以了。不是因为公主，是因为你要有公主病，要首先要有人把你当公主宠。好。睡差爱踢人，你们俩还睡在一起哦？小时候都一起睡，到大学之后才没有，但是高中国中都有。然后我姐很奇怪，她睡着的时候眼睛会睁开一半。哎呦，不像是因为她眼睛太大了，可是很可怕，她睁开一半是她的眼珠还会动。然后我小时候起床上厕所的时候，因为我特别胆小，然后我看到我姐的表情我都会吓到，我想说他是不是醒着，还是他是不是在瞪我？因为眼睛太大了，然后还会转，超级可怕。欸、你是就是有眼球突出症吗？我觉得是我眼睛太大了。哦，不是，眼睛大跟眼球突出是两件事，对，不一样，甲状腺亢进都有吧？所以那你自己不知道这个事情？我自己不知道。那你会这样吗？睡睡这样，因为我也没有看到他常这样，我会去，他会这样，就是测试一下他到底睡了没。可是我也不太敢测试，因为我姐很常睡着的时候会踢我。哦，她踢我是踢很大力。然后某一次高中的时候，我起床，我还发现我的脚我脸突然变正，因为有人长歪，他从这一脚被踢正了，是不是？对啊。我们看啊，叮叮睡着的影片，小叮当，穿中，哎呦，哇哇，恐怖片的，哇塞，哎，那个是真的那样睡觉，变大法师前面的那一刻翻白眼那个，请问你有拜拜的习惯吗？有啦有，那我进去就被收走了啦，没有拜拜，没有拜拜，被谁收走？他是等于水瓶收走一半呢，他。真很大，对啊，他那个几乎是一半的，就我们看有些人会睡觉是这样，就是一点点看到微睁，但我姐是睁开一半，然后她眼睛又很特别大，所以就整个很大颗，而且还会转。哇塞，你这个酒还会转，还会转，超可怕。对，会转，然后我就想说她，她是不是还醒着？然后去测试一下，又没有反应，代表她睡着了。你久了，我自己不知道我会这样。不是你久了会不会有阴阳眼？搞不好其实我那时候都在沟通。之类的，哇！他不怕，你会怕吗？我不会怕。国文老师没有在怕，国文老师什么都很合理，对不对？赶快交到男朋友，对啊，而且跟你志同道合的，珍妮也是哈，希望跟你就是交男朋友，永远跟你一起妥，两个相处都在。但我们是希望你下一次一起来，还是没有男朋友？为什么呢？就我们就又有机会了。哦，对，他过年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可是我有牙周病。没事。